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72页，772页，第六行，从当中看起，从第二句看起啊。唐海东元宵寺居魏矣，于《无量寿经宗要论》云：元宵是现在的韩国人，在唐朝的时候在中国留学，亲近善道大师，跟这个天台的智者大师。那么他们所说的多半也都是善导大师的意思啊，是下辈之内有二种人，二种人中呢各有三句啊，这是说的经文。第一，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是名真因。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因，也就是第一个因素，就是要发心。啊，菩提是梵文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也就是一定要有觉悟的心。觉悟的心是在讲的就是真心啊，真心是觉悟的，妄心呢迷惑啊，迷而不觉是妄心。觉悟的心难了啊，觉悟的层次不相同啊，净土里面的菩提心要求是最低的，最低跟最高的很接近啊。我们中国古人所谓上智与下愚不一差别很大了，但是成就快速啊！上智之人，你给他一说了，他全明白了，他没有怀疑啊，他就真干了。下愚之人，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但是他老实，你叫他这么做，他就真干。他能够持之有恒，不会改变，所以也很快就成就，而且成就非常高。啊，上智之人少，下愚之人也不多，所以最难度的众生呢，就是当中是不上不下。现在称为知识分子啊，你说他没有智慧，他很聪明，知道东西很多啊，不能说他没智慧啊，但是你叫他说智心一处，那就很不容易了啊，他不容易接受。这个下愚之人虽然什么都不懂，确实有一类根性的人，你叫他念佛他就老实念佛，他一生不改变，一天到晚就这一句佛号，其他的念头什么都没有，他的成就
跟上上根人的成就是平等的。啊，这就是上愚上智下愚不已里面的深意。啊，他的成就平等。啊，都是不可思议。那么下，这是讲下品的，啊，下辈三品啊，下辈的发心，就像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所说的，啊，他发的是什么心？真正说菩提心啊，你说了他不懂啊。菩提心这个名词意思很深。平安大师有发菩提心论，解释得非常清楚。啊，下下根人，他听不懂。你劝他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他就真心。极乐世界的好处跟他说明啊。你要不要去的真想去、这个真相信真想去、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上上根人是完全了解通达明了发心就发这个心真心真愿下下根人虽然什么不明了他也真心也真愿这就是往生净土的真言，这个真言比什么都重要。那么第二呢，乃至生念，专念彼佛是住满业。这个地方讲了个满业，那我们就知道前面的真言是影业。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众生造业有两类，第一是引，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生，这个属于引业，引导你去的。啊，我们同一个引业，引业是无界，是不是？换一句话是，你能到人道来，过去生中啊，一定修的。无界是善够这个标准啊，你才能到人道来投生啊，到天道投生呢要居住上品是善也就是这个是善呢应该达到90分以上这种人升天啊我们的十善五戒大概有50-60分就可以了就能到人道啊，引导你去的那么到了人道来你看看贫富贵贱不一样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一生贫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叫满业就讲的满业满是圆满啊，圆满呢是善恶业啊，用佛法经论来解释就很容易懂得你比如说发大财的你前世喜欢修财布施财布施是属于满业这一生的财富你这一生有聪明智慧这是满意聪明智慧的因是过去生中喜欢修法布施啊，法布施带来的聪明智慧啊，这一生健康长寿是你过去生中啊喜欢修无微布施啊，这一生的果报啊
健康长寿。啊，所以这营业跟满业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断恶修善，起心动念多替别人想，少为自己着想。啊，念念想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应该全心全力去帮助别人，化解别人的苦难，这个营业好，满业也好。啊，这菩萨发心呐。啊，那么这个第二呢，他就是说，这个第一呢，不能做出功德，啊，没有能力做，没有缘去做，啊，有缘也得有能力，两个都不能缺少。啊，第二呢，乃至生念，这是说的最简单的了。啊，每一天修十念法。啊，前面我跟诸位说过祖师大德的方法，十念法。好像是1999年，我住在新加坡。跟伊斯兰教啊往来很密切，我看到伊斯兰教每一天5次礼拜啊，你看穆斯林工作再忙，礼拜的时间一到，他一定放下，他去做礼拜。啊，礼拜的时间不长，5分钟。啊，他一天都不缺。啊，从早到晚5次礼拜。在现在，世界所有宗教里头，可以说是穆斯林是最团结的。啊，穆斯林一般讲，比信仰其他宗教的人要虔诚。什么原因？每一天5次礼拜，他一堂不缺。这个力量太大了，就是古人所说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非常有道理。我从这里得了一点启发，我们念佛有很多工作非常繁忙的人啊，我们能够定一个课程，让他时间很短，1-2分钟啊，时间很短，次数比多一点。所以我就想到每一天9次念佛。啊，9次呢，每一次就是10句佛号。啊，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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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10句。这时间不长，2分钟。啊，早晨起来念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念一次，这2次。啊，3餐饭，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念供养咒，我们念10句佛号。啊，念完了再吃饭，啊，念10句佛号，3次，就5次了。我们工作上班之前念10句，开始工作。啊，工作完毕之后下班的时候收拾好了念10句再下班。啊，上午上班下班，下午上班下班，一共9次。啊，只要2分钟，一天果然9次都不缺，会很有效果。
我提出这个方法，那个时候我常住在美国，我在美国、加拿大、在东南亚一带劝导大家，很多人用这个方法，告诉我很有效用。因为现在人工作繁忙，没有长时间的去休息，这种两三分钟对他们是最理想的，最容易的，而且很容易记，早晚三餐工作。符合经上所说的这个净念相继，大势至菩萨教给我的原则，都是六根净念相继，都是六根，两三分钟容易，时间长了不容易妄念就升起来。两分钟当中不期望你可以做得到，所以符合大势至菩萨所说的标准，这是帮助满意。三点呢，愿生彼国，此愿前行合合为因，这个愿前面讲的身念，讲的菩提心，跟这个合起来，这是因。是名不定性人，不定性就是一般，一般的大众，对于经宗信心还没有建立起来，用这个方法好。那么第二种人，他也有三句，闻甚深法，欢喜心要，此句坚贤法心正言。但为呀，一前人跟前面人不一样，这个人有深信，前面没有深信。这个人有深信，闻甚深法。甚深法是什么？佛给你讲真话，跟你说一切法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都是真话，这的道理很深很深。比如佛在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是甚深法。一句佛一切法怎么是心想生的？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对于佛这一句话了，疑惑才断掉了。就感谢了近代这些量子力学家了。我看到的报告是德国的普朗克，这个人一生研究物质，他怀疑物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所用方法的原理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佛经的方法就是分析。他讲的方法很简单。在经上佛告诉我们，讲物质最小的，肉眼还能看得见的，要很好的眼睛眼力能看得见的，牛毛尘。牛毛粗牛毛尖端上
有一粒尘土啊，放在这个牛毛尖端上，哎，不会掉下来啊，甚至倒过来它也不会倒下来，它有吸引力啊，牛毛比它大，它很小啊，这叫牛毛尘。那么把牛毛尘呢再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叫羊毛尘，羊毛尘再分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它 兔毛更细了啊，兔毛尘分成七分之一叫水尘啊，水密度虽然大，里头有空隙，地里尘土它在水里头游来游去没障碍，叫水尘。水尘七分之一分作七分，七分叫金尘，金属密度就大了，但是还是有空隙，现在在显微镜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空隙里这一粒尘在空隙里面跑也没障碍啊，用这种分析的方法啊，金尘再分成七分之一才叫微尘，佛经上讲微尘是这个定义，微尘肉眼看不见啊，佛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大概微尘就相当现在所说的原子，应该就这个东西啊。原子在科学是80年前啊，21世纪的初期才被发现，80年前发现啊。那这个微尘还不是最小的，佛说微尘还能分啊，再分呢就叫这个叫极微，这个极微还可以分啊。那么佛经上讲的极微也大概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啊，色聚极微也啊，这个色聚两个字很好，说明它还可以分啊，就是现在所说的基本粒子啊，所说的夸克啊。那基本粒子有几十种，夸克也有几十种啊，能不能分？还能分啊。最后分的呢，分成小的更小的了，佛经叫极微之微，这个不能再分，这分就没有了啊。所以极微之微也叫灵虚尘，跟虚空啊做邻居了，这一分就没有了。这个东西被今天科学家发现了啊，科学家给他定的名词叫微中子啊。微中子的体积多大呢啊，科学报告上说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啊，原子里头的一个电子那么大啊，也就是说它的体积是电子的100亿分之一啊，再分就没有了啊。这是普朗克他们做的实验，再分变成什么呢？他们发现的是意念的波动现象，就是念头，念头波动现象，这搞清楚了，原来物质现象是念头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啊。这个发现在近代科学是很了不起的一桩大事情啊。所以普朗克说，根据他的这个科学实验所得到的
结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怎么来的呢？物质是以意念为基础所产生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就是说吧，你看到一个电子，这个电子是100亿个微中子聚集产生的，啊，聚它就有，散了就没有，啊，缘聚缘散了，啊，那我们一个细胞多少个原子聚集的？我们人的身体啊，大概是50兆个。细胞，我们讲细胞很大了，细胞50兆啊，啊，如果把它计算成原子啊，成粒子啊，或者到最后讲到微中子，这个身体是不计其数。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讲啊，所有一切的物体啊，我们人身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佛叫它做一合相啊，那个一那就是现在所讲的微中子，微中子聚合所产生的现象啊，你把它分开的最后就是一个东西啊，而微中子并不存在意念啊，所以大乘经上说的到最后的总结是全体是心，一切法从哪里？一切法全体是心，心生万法，万法唯心呐，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佛在《华严经》上讲的，啊，那么这个都叫什么呢？这叫身法，甚深之法，啊，今天科学家用科学方法发现，我们对这桩事情不怀疑了。以前学了这么多年，对这个事情总有怀疑。啊，佛虽然说了，不是他一人见到的。啊，八地以上啊，通通能见到。有这么多人证明啊，啊，可是八地以上，我们一个也没遇到过。一根拔出不了啊，我们的信心呢，就是90%的信心，还有一分疑惑在里头。啊，这桩事情啊，佛菩萨非常清楚啊，他们都是过来人啊。所以，一个老实人，你说了之后，他一点不怀疑，他却完全接受啊，这种人难得了。所以，愚啊，古人有一句话说：“愚不可及。”我们比不上他，他居然能相信，我们有怀疑，看到科学报告。这才相信啊！那么这层相信是，我们对佛信佛信得不圆满啊，也是99%的相信，还有一分怀疑啊。
这个东西难了，太难了，这不能勉强的。啊，这一瓶叶分疑惑断除了，这就真心。我们有了圆满的信心。啊，对于甚深之法，不再怀疑。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境界不断在提升，终有一天，我们像八地菩萨一样，我们也能见到。啊，佛所说的宇宙万物的真相。啊，只要不舍弃。这个方向，不舍弃这个目标，决定有达到的一天。那么第二呢？乃至一念念于彼佛，是足满业，未嫌前人无生性苦，必须生念。此人有生性苦，故啊。未必具足生念。这个意思好啊。下面切案，这个切是黄念老的谦虚啊自称啊，按元小思之书来专居位啊，康僧铠的一本。若就本经，则一念得生者，全因获得一念净心也。啊，真有其信心，一丝毫怀疑没有，一念就成了，不要生念了。这什么原因？这底下有解释，从一心中啊念佛一生，顿皆与弥陀本愿相应，故临终即得往生，决定得生呐！啊，一念就行了。啊，但是这一念净心难得。一念清净心里面升起的信心啊，我们没有这个清净心呐，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会起心动念。会分别，会执着，这就不是一念净心了。一念净心是怎么回事情？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如如不动，啊，外面境界呢清清楚楚，啊，清清楚楚是慧。如如不动是定，你看有慧有定，那是清净心啊，清净心生智慧眼界通达无碍，耳闻也是通达无碍，六根除尽没有一样不是通达无碍的。这是佛法深妙之处啊。啊，所以佛教的学习特别着重在清净心。
啊，自始至终都教我们放下。我学佛26岁，第一次见出家人，就是张家老师。啊，我这个语言也很殊胜。啊，那个时候我在工作，我住公家宿舍，宿舍附近有一位蒙古的亲王。是满清时代的亲王啊，是个学佛的人啊。我刚刚接触佛法，看佛经啊，他这个小女孩常常跑到我们宿舍来玩，好像7、8岁，看到我桌上有佛经，回家告诉他爸爸，他爸爸来看我。啊，我说我刚刚接触，啊，还不到一个月。他说你能看得懂吗？我说看不懂。啊，问题很多，你需不需要一个老师，来指导你？我说好啊，他要介绍个老师给我，就介绍张家大师，啊，带我去见张家大师。啊，我们什么礼节也不懂，啊，不过有恭敬心就是了，啊，有个真诚恭敬心。啊，见面，我向大师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刚刚接触，方东伟先生给我上的佛经哲学，啊，我知道佛法高深，佛法里面有真实智慧。有没佛法，有没有方法能叫我们很快的就起入？我提出这个问题啊，老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他为我解答。没想到我们一看呢，两个人对看了，看了半个多钟头，他一句话不说，看着我。啊，半个多钟点以后说了一个字，有。哦，这个有，我的精神就提起来了。有啊，不是没有，有啊。要注意听的。啊，他又不说了。啊，那么这一次的时候差不多有6、7分钟。之后告诉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他讲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讲6个字，啊，差不多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给我印象非常深呐。我们没有他那种定功啊，我一听说。看得破，放得下，好像懂，不难懂。我借着向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啊，他告诉我，从布施。我也亲近过一些老师，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老师。啊，到以后我就深深反省这个教学方法好啊，但是这个教学方法现在不能用。如果有个人问你问题，半个钟点不答复的时候人走掉了，不理你了啊，我还能沉得住气啊。以后我明白了什么原因呢？年轻心浮气躁。
啊，他眼睛看着你什么，就是叫你把这个浮躁的气息统统放下。啊，你的注意力、精神集中了，这个时候跟你讲，跟你讲的东西，你会记住。你真听进去了，那我们想到古来大德啊，以后在禅宗这个禅宗的公案啊，这个教下的语录里头，我们看到啊，古人用这种方法常用啊。整个精神没有集中，没有定下来，不跟你讲了。啊，真管用。啊，从那天之后，张家大师对我也像方老师一样，每一个星期给我一个小时。啊，我就看他。啊，他没有其他的人的时候，他差不多可以给我两个小时，但是谈话多不多？啊，他的磁场非常吉祥，啊，进入他的磁场，你就感觉到不一样，那是一种享受。啊，纵然一句话不说，我陪他坐两个钟点，那两个钟的享受。啊，所以现在像这样的人找不到了，不容易遇到啊，这缘分啊！我跟他老人家三年，我佛学的基础从那奠定的啊，他教我的。中心的概念就是放下，看破是智慧，看破是明了，了解一切法的真相。那是我刚刚入门，啊，纵然说出来我也不能体会，啊，但是只要不放下经教，你天天去读，天天去学，天天有进步，天天放下，天天看破，啊，这里就有乐趣了。古人说读书乐，真快乐。可是读经比读一般书更快乐。啊，读不懂不怕，不要去想意思，一遍一遍去读。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最重要要有恒心，有耐心。啊，其入之后，其味也无穷啊。啊，所以这个一念净心得到了，从一心中，一心没有二念，没有二念就是无念，无念它是清醒的，它不是迷惑。如果无念什么都不清楚，这个不行，这个有定没有慧啊，它不生智慧。虽然能服烦恼啊，智慧不生，它不能起作用。所以禅定是要定慧平等，
这才能起大作用。啊，所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定慧要等。在净土法门里，读经、研究经教，这是慧；念佛，这是定。啊，通常真正用功，功夫得力，每天4个小时读经，或者是讲经，4个小时念佛，这功夫非常得力。啊，真正是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这就净宗法门来说，虽然在理上讲未必具足十年，因为念佛一生等于弥陀本愿相应。那你念十生，十生相应；念千生，千生相应；念万生，万生相应。你往生有把握了，你没有丝毫疑惑啊，所以是决定得生啊。第三，以至诚心愿生彼国，此愿前行合合为因，此就菩萨种心真言。至诚心非常重要。中国人的老祖宗世世代代教人没有离开至诚这两个字啊，或者是讲一个字诚啊，至诚真诚到基础，对父母要至诚，没有至诚不孝啊。对老师要至诚，没有至诚不敬啊。啊，这两个人对我们的关系太大太大。我们一生能够自立，能够成就，全靠这两个人，要知恩报恩啊。啊，怎样报恩？得用至诚心对自己。为什么？父母老师，父母希望我好，老师也希望我好。啊，所以人一定都知道自爱，至诚心对自己就是自爱。啊，你才真正的爱父母，爱老师。然后再一扩大，能爱一切众生。啊，你起心动念一定会为一切，特别是苦难众生去着想。啊，如何帮助他们？虽然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心长存。尽心尽力就是圆满的。那么这个正是
唐仪当中所说的诸大乘者啊，心住在大乘，这个一段文字把诸大乘者解释的清楚了。盖圆小事为下辈中这两种人啊，这下面是黄念老的话啊，前面是他的原文。业者，发菩提心，生念甚好，愿生彼国而得生者，是不定心人。那么第二种呢，闻法深信，乃至一念愿生彼国而得往生，是菩萨中心人，这定心人。也就是前面说的不定心人，他的心愿不坚固啊，信心里头带着怀疑啊，这就是不定心人，完全肯定，一丝毫疑惑都没有，这就是定心的，这是菩萨心啊，菩萨中心的。圆小事，是以明察位移下辈往生文中啊，品类不起啊。啊，这是实话了。经上只讲三辈九品，这是大分啊。我们一定看到这文字要知道，九品里头，每一品里头还有九品，这九九八十一了。八十一品里头，每一品里头又有八十一，重重无尽。这是事实真相。啊，试问，闻甚深法，欢喜信乐信要啊，不生疑惑。如是殊胜智慧，应是何人境界呢？这不是下品，下品哪有这种成就呢？但是下品里有这种人。所以故圆小事明之为菩萨种性人。即使菩萨种性，复能生圣性，齐心念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实不应先于下辈。念老这个话说得好啊！啊，这样的人往生，应当是在上辈呀、啊！啊，上三品，啊，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为什么？连下愚之人都能够升到上三品啊，这是说明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到底生在哪一个阶层，没有一定啊。换一句话说，九品通通有份啊，至于此真正落在哪一品里头，那就是因缘了。啊，菩萨种性的人会升到下辈。总是语言不同啊。不定性的人他升到上辈。关键在什么时候？关键在临终最后那一念心，那是个关键啊！平常一心，到临终一念心乱了，品位就降低了。
啊，虽然降低了，没关系。极乐世界是个平等世界，无论在哪一个殿、哪一个品位，他的智慧、神通、道理、一切受用，完全平等。这是不思议境界，十方世界没有啊，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有。我们看幕后这一段，又报恩论曰：“仅按此段啊，前面这段经文里头说的，神念往生，专指诸大乘者言之。”啊，因为经文上有诸大乘者这一句话，大乘如禅宗的破禅，即读一切大乘经典的解悟者皆是。破禅，这是佛门的术语。我们世间一般讲研究啊，遇到问题来的时候要认真去研究，然后再下决断。研究是用思考啊，也就是用心意识啊。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不虚空的心意识是妄心，不是真心啊。那怎么办呢？它不叫研究，叫参究啊。参禅这个参叫参究，参究是不用心意识住心一处，提起这个疑情，你们有什么问题也有怀疑，这个疑情留着，不要去找答案啊，答案未必是真正确的，不找答案就专注它啊，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疑情破了，这事情立刻就明白了。不用心意识啊，也就是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不用这些东西啊，这叫禅。用心一时，那叫研究。这世间人用的方法，佛法不用心一时。啊，意是执着，识是分别。啊，心，心是起心动念，所以它都不是真的。那通通不用，用真心。用真心的时候，智慧一定会显现。啊，这问题就答案就有了。啊，这叫破禅。啊，智慧显现。读大乘经典也是如此，也不用心意识，就是不许你去研究。变数念多了，豁然开悟。啊，过去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啊，李老师教我们讲经的方法，遇到经文困难了，古人注解也看不懂。这时候怎么办呢？想着这个问题，
叫我们把金盆放下去拜佛，拜上三百拜，哎，豁然懂得了啊，这个事情常有啊，豁然明白了，你要写都来不及啊。这个一般说呢，佛菩萨的价值能讲得通啊，也是自己一心专注跟佛菩萨的愿力就接通了啊，这个热线就接通了啊，所以智慧也就能升起啊，这的解悟者都是这个境界啊，诸大乘者。是其人不专修净土，如智者永明之类啊，这都是佛门的大德啊。智者大师是往生净土的，他不是专修，他是专修法华啊。天台宗是专就法华的，贤首宗是专就华严的啊。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我们现在讲专科大学啊，专攻一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无论专攻哪一门，这一门攻破了，都破将破产了，开悟了。你没有学过的所有法门，你通通都懂，没有不懂的啊。因为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把那个根源找到了啊，好像有个球，我们都在球面，你从球面真正达到圆心，达到那个中心，一切都达到了，你通通都知道了。你走偏了，达不到那个圆心，你知这个智慧就不圆满啊，一定要达到中心，这个语言的中心点啊。所以只许可一门深入深到底啊，决定不要拐弯，不要不能有偏差，这就行了我有一年在印尼回教大学啊，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其中有个学生问我一个问题：印尼有六个宗教啊，我们搞宗教团结啊，他是回教徒，问我这六个宗教各有各的经典，各有各的理论跟修行方法，怎么能统一在一起啊。那天刚好讲台前面有一个盆栽啊，我就举这个盆栽做比喻啊，我说不同的宗教就好像不同的枝啊，你看那个枝干不同的啊，你在这个这一枝里头跟另外这一枝它不一样，如果你深入到底下的根，那就通了啊。所以不必要研究别人东西，
你自己一门深入，深入到最后的时候，一定通达。事出事发了，都同出一个根源呐、啊。佛法讲的自性呐、啊，中国儒家讲的本善呐、啊，本性本善。啊，通到本善，全通了啊！一定要深入，啊，越深越好，越深你越能够认同，啊，不会产生矛盾。那、啊、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对自己的这个教。其如不深，又不肯研究别人宗教，啊，所以才有宗教才发生问题啊。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深入自己的心脏，也能深入别人的心脏，宗教可以合作。可以团结，宗教团结带给社会安定、和平、幸福、美满，这好事情啊！啊，希望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上永远不再有宗教的战争。啊，宗教不应该发动战争。宗教里头没有矛盾，你深入去研究就知道，都是爱人的，啊，爱人怎么可以害人？哪有这种道理？啊，佛法这讲的最透彻，佛法讲万物一体，自他不二。这是甚深法藏啊！永明是学教的啊，这个智者是学教的，永明是学禅的，都不是专修净土，他们都是上上品往生。此论所见呢，更上一层楼啊！但是这个地方说了，习以永明大师为例，稍欠稳妥。为什么呢？因为永明昼夜弥陀是万人啊，他虽然是参禅，他念佛了，他不是不念佛啊，在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彻悟之后，他专修净土，一天十万声佛号，给我们做榜样啊，给学禅的人做榜样啊！啊，禅成就不容易，净土成就容易啊。该经云：诸大乘者。我们看看诸大乘者是什么样子，其心清净，诸大乘者心一定清净，闻甚深法，即生信解，那听到甚深之法，他就相信，他就能理解，啊，那像我们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不够啊！啊，我爱好大乘，啊，对于净土，啊，不能说不信，也不能说真信，
啊，信是两信。为什么呢？相信释迦牟尼佛，不会打妄语，所说的都是真的。啊，不能全信，里面有很多自己程度不够，理解不到啊，这就有怀疑。啊，但是始终没有舍弃大乘。啊，在大乘经里慢慢提升自己。啊，到三四十年才完全接受了，不再怀疑了。啊，那好在寿命长啊。如果真的我45岁那一年就走了，我未必能往生。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寿命只有45岁。啊，我相信是真的。啊，我在我家谱里面看，我的祖父45岁过世的，我还有个伯父，我父亲的哥哥，啊，兄弟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相差12岁，啊，也是45岁走，我父亲也是45岁走，所以人家说我过不了45岁，我相信啊。啊，可是我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一生没生过病。啊，那一次生病，我知道寿命到了。啊，我不找医生，不吃药。我有个逻辑观念，医生只能够医病，不能医命。我寿命到了，找医生没用啊。啊，念佛，念佛求生净土，念了1个月，便好了。啊，那么一直到现在，我延寿40年了，这很不容易啊。袁了凡先生延寿21年。这是40年，我们感谢佛菩萨，因为有这么长的寿命呢，把意义断掉了。没有这么长寿命的时候不行了，所以我们不是菩萨种性人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菩萨种性人，那一闻他听到之后，他就能深信，他就能不疑惑。啊，所以有疑。一定要发现，要断疑生信。啊，那我们现在真的，如果没有看到近代的科学报告，这疑还是断不干净，总归是有疑问。啊，八地菩萨不是我们境界。啊，看到科学报告，掉就断掉了。啊。科学报告，佛经上有说，就是有这种预言啊，经常告诉我们用心意识，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用心意识对宇宙啊，宏观宇宙来讲，可以看到宇宙的边际。啊，从微观世界来讲呢，能看到阿赖耶。啊，所以今天科学家确实达到了这个佛所说的界限，他达到了。啊，但是科学还可以有进步，因为他没有说清楚。
没有佛经上说的这么清楚。啊，现在只有物质讲清楚了。意念怎么来的？没讲清楚，发现了。啊，现在所看到的现象，这个念头，啊，科学家发现它，没有原因，突然起来的。啊，突然起来，立刻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嗯，这个话佛经上有，叫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这一句话科学家看到了，证明了。啊，但是佛经上还有说。啊，那科学就，我想科学再有一二十年，会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但是科学发展到极端，知道这个界限，不能见性。为什么？见性不用心意识，你就见到了；用心意识见不到。啊，科学家用心意识。啊，那科学家如果能把心意识放下，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就成佛了。啊，所以我们相信将来他们成佛的时候很容易，不难。啊，只要他把这些放下，就成，他就见到本体，就见到自性，叫明心见性，他就见到。如是智慧猛力幸运坚固之人，为智者用名中风住大牢，方可堪能啊！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们这些人确实智慧猛力。啊，一见一听，他完全能够信解。啊，中风禅师，元朝时候人，啊，那么既然与智者永明中风诸大祖师能够跟他们相同相等，又焉能位列下辈？不能把他们列在下辈，他们是上辈往生的，生十宝庄严土啊。是故下士慧本，下莲居老师汇集这个本，这个本子于三辈往生人后，这就是讲我们现在学习这一段啊，它一共是四大段，这最后的一段。专引唐仪大宝积经如来会，啊，这一部经另成一段，啊，三辈往生是三段，这是第四段，另成一段，以表常言之，三辈往生外另有一个，啊，跟前面三个不相同的，这就是慈州法师判的一心三辈。此一心三辈，乃别有大人左右，超越常可而得往生者。啊，此之左右啊，就是一心。啊，本品当中，一心一念尽心，即前
十方佛赞品中的一念净心啊，一念净心跟一念净性呢是一个意思。前面经文说，乃至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即生。这一段经文讲得好啊！啊，我们再看这后面经云：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定生彼国。啊，这段文跟前面的经文前后互相相应。前呼后应，同心一心于一念之止。此时净土法门之妙体，下士之慧极，慈老之阔盼，君其诸佛崩坏，身贤禅经不二，舍大有功于神教。那么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我们明白了。于是我们就能够很自然地体会到佛法大小乘十个宗派。中国小乘两个宗派没有了，宋朝时候就没有了。现在南洋是小乘佛法，无论是小乘、大乘，各宗各派，你依照这个经论、理论、方法去修行，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能得往生，禅能往生，密能往生，教能往生，哪一样不能往生呢？不必专修，也就是你喜欢学什么，你就能学什么，只要修到清净心，这是大乘，大乘。八万四千法门全都是修清净心。所以他的目标是一个，方法手段不一样。那个没有关系，目标完全相同。得清净心，只要一念想往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那么这是说佛教所有一切法门，我们把宗教再扩大，那修其他宗教行不行呢？行，不必改变你信仰宗教，你把你修学其他宗教也是一念信心。你信天主教，你要真信天主啊。那一念真信，最后临终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能不能往生？肯定往生。这个法门广大了。为什么？如果不能往生，自他不二这句话就讲不通了。自他不二，那就是哪一个教派都行。自他不二吗？佛跟天主不二，
佛跟真主也不二，佛跟大梵天王也不二。啊，每一个宗教里面所敬仰的这些神明，跟自信都是不二的，这不二法门呐，把变法界、虚空界通通都暴露在里头啊，那就一个真心呐，就是一个真心呐。啊，用宗教的话，那是个真神呐，那是个真灵啊。说神造世界，说神造众生，行讲得通。那个神就是自信，那个神就是真心。啊，佛家是万法归一，一心；万教归一，也归在一心。万物归一，也是一心。大乘教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这是佛法里面的甚深之法了。我们学了60多年了，现在才相信。啊，现在才没有怀疑。下司之晦气，仆劳啊，辞劳之可盼，君其诸佛崩坏，身贤尽禅尽不二舍。大有功于神教啊！这赞叹下莲老的慧气啊，跟这个慈州老法师的扩盘，我们再继续看下面注解：一心与一念，文艺而舌头。一心就是一念，一念就是一心。教心行正，曰：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呐，故曰一念，是名一心。一心则净土清净报土的真言。这个清净报土就是指的极乐世界。我们自己如果真的得到一心，得到一念，一心里头没有妄念，一念里头没有第二念，这清净心里头有没有念？没有念。叫一心啊，不是这个一心里头还有一个一念，还有个一，连这一也没有，才叫真的是一心一念。所以这名词术语它的作用是引导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名词术语里头去切入，不能执着。啊，心里头真的有疑，错了，没有疑啊。
啊，所以大乘教上佛有常说，真心利念啊，真心没有念头，有念就是二念的，没有念头啊，这叫业。现代的科学有个名词叫零极限啊，零极限跟我们此地讲的一心一念是一个意思啊，科学也讲到了啊，啊，他们肯定宇宙之间有这个东西啊，灵极限，这有很大很大的能量在里面。这下面念老解释，为信心无二之心，就是一心，用在我们念佛法门心，因为念佛法门它不是立相的，它是指方列相啊，指方指定西方，立相是立极乐世界的相，立阿弥陀佛的相啊，这我们一般人容易修啊，如果没有方向没有形象，完全是想空的，我们很不容易体会，也没有办法下手，我怎么个修法啊，所以净土妙就妙在此地，到什么时候再把你向上提升一级呢？到极乐世界之后啊，阿弥陀佛讲经教学帮助你再提升，那一提升就成佛了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是个台阶，我们走上这个台阶才能是提升，我们要不从这个台阶自己要上去很难，理上是讲得通的，自己真正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彻底放下心啊，不必经过这个阶段，没有这个能力，那这是最好的方法啊，这是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的无比的恩德了，没这个方法我们真不行啊，依靠这个方法我们真有把握成就啊，啊，这是真的永恒的，你第一个到极乐世界不再搞轮回了啊，我们可以说到极乐世界产生一个圆满的蕊变，金蝉脱壳啊，这个身体完全丢掉了，这个身是假的，不是真的，轮回到哪一道身体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六道十法界里没真东西，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到极乐世界的这个身是真的，法性身啊，极乐世界是法性土这个发现，又是深深，又是奥秘
啊，我们只能用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五句话。做个简单的说明：法性身，法性土，没有形象，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它不没有，什么都没有，遍一切处。遍一切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看不见，听不到。啊，我们这个八识五识一心所，通通接触不到的。他正在。啊，慧能大师见到了，怎么见到的？妄想分别之处，立刻放下。他一放下去，见到之后，他描绘的第一句话清净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从来没有丝毫染污。不但没有物质染污，也没有精神染污。第二句话，不生不灭，啊，本无生灭。第三句话，本自具足，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缺。啊，他在不现行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起作用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缺。这一句，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有说明。啊，佛在《华严经》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句话很重要，这也很深。所有一切众生，你的智慧，你的德行，你的能力，你的相好，跟一切诸佛如来平等平等，没有两样。啊，换一句话说，他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好，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迷了。众生是迷惑颠倒的佛。那佛呢？佛是觉悟智慧的众生。是一不是二。这个说得好啊。这都是佛家的无上甚深微妙法了，听了能相信，能理解，那就是菩萨众心了，不是凡人了。啊，第四句说本无动摇，这就说明自信是不动的。万法是动的。这个科学证明，所有一切现象全是从波动产生的。啊，就今天科学讲弦定律。啊，整个宇宙就像弹琴那个弦一样。产生的波动现象是从这儿产生的。啊，佛说真心地念
真心不动。啊，动的假的，不动的是真的。啊，这就是佛门为什么重视修定，道理在此地。用修定是从我们妄心回归到真心，这是一种方法。那一定要有定，啊，而且这个定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绝不只是盘腿面壁。那盘腿面壁才有定，啊，离开盘腿面定就没有了，那定有什么作用？不管用了，啊，所以那是初学，初学的时候用这种方法，啊，真正得定了，那一切时一切处全都在定中，啊，大经上所说的，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工作都在定中。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所以华严经上说，宇宙之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啊，所现所生。啊，体是自性。离开这个体，没有一法能生的。啊，生出这些法，它会变。那这个会变呢，不是自性，是妄念，就是念头。啊，这佛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不是第一义，这是第二义。心想能改变。啊，真正心生心现的，就是大乘教上讲的一真法界。啊，诸佛十宝庄严土，这个是心现、心生的。啊，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实变的，就是我们起心动念把它变化的，变成。啊，明白这个道理，你的心清净就变成净土，你心不清净就变成秽土，你心善，啊，就变成天堂三善道，心不善就变成三恶道，所有一切法通通是你心变现出来的，没有哪一个人造的，没有哪个人做主的，说谁造的？自己造的。谁做主？自己做主。这是大乘法上讲的。啊，我们求佛菩萨帮忙求不上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求佛菩萨帮忙要能帮得上，我们不需要求，佛菩萨慈悲到极处。他自然会，他帮不上忙。为什么帮不上忙？这境界是你自己变现的，必须要你自己改变念头，外面就改变，心想改变，这个要懂啊！啊，你不懂这个道理，我们遭灾难的求佛菩萨，佛菩萨不灵啊，孩子要去责怪佛菩萨。啊，他跟你讲的清清楚楚啊！啊，这从因果上讲，完全是自作自受。《太上感应篇》一开头两句话：“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这是真理呀、啊！佛菩萨给我们讲这个真理呀、啊，我们听话，照办。这就是佛菩萨的价值。
这就佛菩萨的保佑。我们不肯干，半信半疑，完全要求佛菩萨来帮助，这是假的，这做不到。啊，道理一定要懂。佛菩萨是老师，老师只能把经验方法教给你，啊，理论给你讲清楚，你得要自求多福，啊，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善念所现的善境界，我们明真正明白了，在哪里用功呢？纯净纯善。在这上有功啊，纯净纯善就是极乐世界啊。我们纯净纯的善的心，在此地，此地我们居住的也是极乐世界啊。但是，跟我们在一起住的这些人，共业不一样。我亲近，他们不亲近啊。极乐世界的时候，共业相同。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就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世界人都是志同道合，都是纯净纯善，在那里成就快速，在这个地方成就难。啊，障缘很多。啊，是这么个道理。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了，我们真的听懂了，听明白了。啊，美国布莱登博士，啊，他给我们大家说，化解2012。就是今年的12月21日，玛雅灾难的预言，他说了三句话。啊，第一句，弃恶扬善，就是佛门讲的断恶修善。第二句，改邪归正。第三句，端正心念。啊，我们能真正把这三句话做到了，这个灾难可以化解。不但能化解，会把地球带上更美好的走向。这话真的不是假的，跟佛法讲的原理完全相同。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灾难预言人家早就看到了，几千年前就看到了。啊，看到什么？看到我们现在的人把伦理道德抛弃了，把圣贤教诲遗弃了，啊，心里头充满了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啊，念头不善，身口自然就不善，啊，身口就造业，造作的是罪业来了，罪业里的最重是杀生啊。你看几乎所有宗教里的戒条都把不杀生摆在第一条这些宗教传教的人生长年代不相同
居住的地区不相同，为什么他们这个理念是相同的？啊，都把不杀生摆在第一。啊，叫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是几乎都相同。啊，那么今天的杀业不得了啊！联合国的统计，每一年被杀、被吃掉的这些动物，啊，地上走的、水里头游的、空中飞的，有多少呢？啊，联合国的报告，3370亿，杀这么多啊！除这个之外，杀人啊！单举一个例子，堕胎，堕胎是杀人呐、啊，杀自己的儿女啊！一年杀多少？超过5000万呐、啊！换一句话说，每一天杀15万呐、啊！如果你要知道因果报应，你才知道厉害。啊，不但杀人，人到你家来投胎。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四种缘，没有这四种缘，不会到你家里来。这四种缘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你把他杀掉了，恩变成仇。啊，本来是报仇的，仇上再加仇恨，这怎么得了？啊，杀这些动物。这些动物不饶人呐、啊，它有灵性的、啊，它有报复啊！啊，让我们所感的、感应到的，所以天灾人祸，那个天灾也是被杀的这些灵报复。我们没有天眼，没有那么高的智慧，没看到啊。可是圣贤人的经典里头都说到，啊，我们读了，我们常常放在心上，要端正心念。啊，端正心念，中国人用的真简单。12个字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老祖宗讲来讲去，不超过这12个字啊。我们心里头常常记住这12个字，啊，相信，放在心上，啊，依教奉行，这是中华儿女啊，龙的传人。这12个字丢掉了，都不是中国人了。布莱登所讲的端正心念，我们回归这12个字，或者回归5个字，啊，无常、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国人做人的标准。
左传上有说，人气长在腰心，长就这五常，人要是把仁义礼智信丢掉了，不讲了，不仁不义，无智无礼无信，这个社会就是妖魔鬼怪。啊，所以英国汤恩比这人很聪明，有智慧，看得很清楚，拯救21世纪的社会，需要中国孔孟学术，就是需要仁义礼智信。啊，中国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不但能救国家、救民族，可以救全世界。我们要认识啊，要努力，认真去学，认真去做。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